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审片呀。你知道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呀？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青春与你播出的日子。所以我们的宝宝今天是？是的。来。其实之前有知道他们出舞台表演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特意跟我，因为第一他们也不能对外界联系，然后第二呢，特意还跟我卖了个关子，说要给我们的经纪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耀客传媒训练生。他们这个衣服好好看的，你看这个衣服花了大价钱。哇，他那劈叉耶！又打起来了。哇，这个红色好奇怪。太真实，就是这么有实力。一二三，雷霆嘎巴！雷霆嘎巴！明明是同样的一个主题，这个关于老虎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虽然是出生的虎仔，但是绝对不害怕其他的老虎。是他，就是看完他们就特别想立刻上去。加油！趁热打铁。好像挺上镜的，同时也不错，变帅了。不错哎，我感觉还挺能撩的。是我看自己家孩子都觉得特别好。我觉得他们之间那种 connection 还挺不错的。哇哦！对，这次全开麦，还挺稳的。就可以直接出道了，原地出道了。哇，又来了。这个真的是有实力，我觉得这个炫技第一人真的是，一看就是班里的好学生。在这一组的训练生当中，获得 C 等级的耀客传媒陈建宇、孔祥池、蒋志豪，获得 A 等级的耀客传媒。太残酷了，我的天！加油！姐，你觉得如果 A、B、C 三个等级，你看完他们的舞台，你想给他们打？全是 A， 那必须都是 A。舞台表演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进步还是蛮大的，说句实话。然后距离我上一次，因为之前送他们走嘛，然后我感觉都比之前好。都要拼尽全力，你要做最好的自己。但也有可能我们剪辑剪的吧，剪的都还蛮帅的，剪的挺好的，所以要感谢我爱奇艺。但是来看一下吧。目前来讲，我一周会突出一些。当然，我觉得孔祥池、还有建宇、还有蒋志豪三个也依然很有实力，就是慢慢来。
他们是养成系哦，啊，也希望罗一舟可以再接再厉，然后，就是越战越勇吧。可能会有朋友会觉得说，哎，耀客不是说就是拍剧吗？怎么这回也会送来练习生这样子？因为是这样，因为耀客是在追梦的公司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在培养各个就是类型，无论是演员、新演员还有练习生，我们都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，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耀客的练习生，雷霆干吧！